大家好，这里是诗音琴行，我们仅售有品质保证的品牌乐器，仅与30年以上历史经典品牌合作，欢迎大家收看本期乐器试听。今天为大家带来一把 Jason Smith 制作的 Fender 57 STMB 电吉他。 Jason Smith 作为一个拥有快30年 Fender 吉他制作经验的吉他匠人，可谓是子承父业，水到渠成。他的父亲就是 Fender 公司传奇人物 Dan SmithJason Smith 9年时跟随父亲来到加州，5岁左右就已经跟着父亲与 Eric Clapton、Ingrid Malmsteen、Jeff Beck、Robin Ford、ZZ Top 等大神级人物一同工作，顺理成章，摇滚乐和 Fender 一直都是 Jason 生命中不可分割的部分。1995年，他正式加入 Fender Custom Shop 部门。2001年，带入 John English 门下。2006年，正式成为了 Master Builder。1954年。Fender 创造了 ST 琴体，经过了多年的改进，在1957年成为了经典，旷传至今。大师 Jason Smith 采用经典配置，结合了拾音器女王 Joe Spina 的拾音器，再现出了这把经典的艺术品。琴体木材，大师精选两拼层木。琴体漆面，消基漆。做旧风格，New Orleans Dog。 琴颈木材，大师精选可切枫木。 纸板木材，大师精选可切枫木。 品位数，品丝21品6150，重大号品丝。 琴颈轮廓，10:56V 型。 纸板半径，9.5英寸，约241毫米，有效弦长25.5英寸，约648毫米。琴桥调音旋钮，复古式。拾音器 ，Joe Spina 手工缠绕50SST。特殊电路，中间拾音器反极性连接。控制旋钮，5档拾音器切换，
音量 X1， 音色 X2。感谢收看这期节目，希望这期内容对大家有所帮助。这里是试音琴行，我们仅售有品质保证的品牌乐器，仅与30年以上历史经典品牌合作。